嚟咗呢度以後，好歡喜，好食好住好衞生。呢度住到一樓頂呱呱，有得享受你唔享受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唱响会的演长杨志仙，欢迎大家来到唱响会。我们唱响会是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罗村的，唱响会就占地面积大概是12000个方，佛山和香港语言上是相同的，饮食又是很接近的，所以香港长者来到这里都会很快适应得到。你好，你好，好啊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，好啊，瞓觉好唔好啊？好，好，好，咁食得好好，好好，啲嘢开心就好多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睇啲笑容都好咗好多啊，系系系。阿潘伯咧，佢就系嚟我哋唱响会之前咧入住嘅时候咧，佢都系比较抑郁嘅，因为屋企发生咗一啲事情啦。今年一至三月有两个亲人离世，系悲痛，唔成日过喺香港。變咗獨孤老人，冇人照顧我。咁咧，一聽到呢度啊，招人馬上申請通過香港福利處。好好，呢度真係好好，安佛山市係最好呢度。嚟咗呢度，多咗老友記啊，傾談心事。有一個老友記啊，痛病相連，大家互相鼓勵。我以前懶得犀利，冇沖涼。家人就沖涼享受下呢啲福利，佢好樂意喺啲服務員沖埋涼洗衫，唔使自己咩啊，我唔使佢都要我啊。舒唔舒服啊？坐得舒服。好，咁你知唔知記唔記得你邊間房啊？6樓啊，幾號房？23號。哎，好叻。阿佳叔咧啱嚟嘅時候咧，佢都唔係好願意講嘢嘅，佢係行唔到路嘅。本身佢有哮喘嘅，同埋佢會好容易就好緊張嘅狀態。咁而家咧，佢個氣促氣緊減輕咗好多，因為佢成個人係放鬆咗好多嘅。最開心啊！自己咁大，沖涼洗面，服住一服嘢，你自己又唔行得，呢度舒服，咁唔舒服。咁樣啊，相當舒服咧！我都未住過，都能90幾分噶啦。我有時落下花園曬下太陽嘅。朝朝有去嘅，撞下空氣都好嘅，唔俾我不住，爭好遠，咁人精神啲，心猛啲。我哋共同嘅願望都係想創造一個非常和諧嘅社區，同埋希望長者嚟到呢度，佢係好自由嘅，係無拘束喺度生活嘅，所以咧，我哋都會好似一個大家庭咁。